难找了。连你都打，完了赶紧让他走吧。一个钱，你说他有？我说你还有吗？我一卖了一生啊，金丹顶爸爸，他们在刘启灵。哥哥不乖啊！看你妈也打不了气。爸爸，我也气气。到时候自己来找我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有什么事啊？没事吧？我没离开过，钱怎么办？要是孙哥跟他摊牌，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自己都顾不了。哇！来，麻烦你再来一点酱油啊！你还是酱油不怕牛吧？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呀？大哥有心。昨晚青春。我无一片天。哎呀，这不是因为我妈你生气？听这好的。你是欧行者吗？啊，有个伤者受了刀伤，十分重要，请你帮忙。有人送了医药。我轰动了一心，你欠的钱这一半呢，谢谢你的付出吧。走吧，老板买东西了，买什么？买给他的。我一卖了一心啊，看来这只能要付出两本了。风霜也无情，飘撇不归途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再见，快去把钱还给人家。喂，你从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不要急，勇气一心啊，吃到底，抓完青春。青春，我的一片天。您撤了，十万。红松也无情，今天给你，飘飘。